究竟是来自故土的刺客，还是妄图侵扰青色之水的人？新现生灵的形体，纯水能化作灵野百态，就用这水惩罚你了。无论什么形态都能变换，就是水的力量。宝印幻剑，别逃哟。地上的生灵如果失去了坚实的土地，就无能为力了吧。无论什么形态都能变换，就是水的力量。剑印染冰，一定要干净利落。哼，开锅了，开锅了！哈，哼！不懂得水的可贵，自然也不理解水的恐怖。岩石的重量。无论什么形态都能变换，就是水的力量。听我法旨，邪魔退去。该垫一垫了，这是成吗？可别上瘾哦。我还想保护大家。剑印染的，只要百川奔流，雨露不休，水就不会消失。